我拉了你也不敢歪，你那边有屁股棒。啊，就是，算咋歪？我看你咋在那歪？就得算咋歪？没你在家屋，你是包不住。哎。你就在家动屋，你是包不住呀。你鸡饭叫声咋歪？不啥是头的事。那不行啊。那都不行啊。那不啥算是算头上大疤。老大他跑也没怕咋的。没怕咋的，你娃咋进了怎么的吧？你娃咋不抓？你娃哎，上他田里去了。那也就是，那块穴就抽到了。那也不抽的慌，俺抽的慌。你说是一天给一200块钱那块穴是吧？人家不来你那啥，人家那藏啥穴的，吊穴这一天400-500呀，一天400-500，人家哪个好吊啊？人在那练武。一嘎子屋，你还那么难地方，人家来嘛？人家不来呀？一嘎子屋呀，今天早弄上还溜着，人家不来。你今天我没到之前，人家不来。大老弟，哦，在哪呢？这是啥子呗？那我咋的？咋着的就该呀？不咋着就不该呀？咋不到他是不该我的？哎呦，那怎么着呢？小孩那个爷，我随时压随的那个钱，拿不着他是不给的。给那个我让恁压压，啪，恁都不给不给，我这不好是打不着呢。拿不着是不给的，能那叫他啥呢？不是是恁啥啥去呗？老的拿到了，反正我他就给呀。那个，他就喜欢那个大师，他上个接个班呢。我干你老的时候，拉不个人还不一定买口菜，他就么当狗一定就能买了。那天恁大爷说，他就打龙了呀。那东北熊的买个板多少钱？我从磨的买个板多少钱？羊磨的说羊磨的，人家的是不需要那羊磨的是吧？嗯。人家买那熊东北熊的都，捏个板搁那那也是了就是啊，什么好歹的？有那么扔上城着买些。还有那个家就是，人家不需要这年里的领着一那样的啥。嗯。我在听着梁总也说，家北梁家在做板的也都做起来了，也有小粉的，也没管的了，老米糊也了似的，不干子修的粉，不买上了。嗯。走一步看一步，奶奶啊，俺爷去扎那个树，他卡着碰着怎么热，怎么糊那个树？不听我那话了，我说的你听就人家啥呗。你跪了动动的那窝你就花大了啊。这几浑身那膀子也疼，那腿也疼，那也错过了力了，从小出大力，但那十五路就推车子前车了。陈活了都是他的，恁大爷人家23就分这去了，人家不管我那活了，人家两口子过去了。恁老爷那个懒活的没得弄，那活了都恁小姑和那爷的，